家把我渴的。哎，请问这是田总家吧？是啊。您是他们家的保姆？我是他的岳母。大妹子啊。大妹子？从哪儿论的管我叫大妹子呀？长相啊，您看您这长相也就是35、36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个人也太有眼力了。我呀真的又占三又占六，可是这数字你摆反了，我63了。不像，太不像了。您看看您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，哪了？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了。你看你这人，把我说的哈，你不就是找我姑爷钱顺风吗？你等着，我给你找去。哎呀，你站住！找人这活也得你去啊。啊。在家里又做饭又洗洗又涮涮，连喝水都得你亲自自己喝，找人也得你去啊。是，我一看就知道你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你给鸡和狗留口饭吃。你的身体不属于你的，属于整个这个家的，属于整个小区的，你是一个整个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这大兄弟呀，那你看你刚才这番话啊，说的虽然有点过，不过我听着心里还挺舒的呢。你说我姑爷钱顺风要有你的嘴一半甜，你说我得多高兴啊，我天天累死我都值啊。妈我回来了。哎，我姑爷回来了。妈这谁呀？啊，钱顺风朋友。啊，你好啊，你好，坐吧。啊，站住啊。你不认识我，但是我知道你是谁。哎呦，闹了半天你俩认识啊？太好了太好了，姑娘快陪人说话，别人一夸我我就懵，走道都不会走了。我早就了解你 beautiful。 啥意思啊？漂亮。看看你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了。站住！我没动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我买菜吗？买菜这活也是你干的，一看就知道你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你给鸡和狗留口饭。没事儿吧你？站住！干啥呀？没事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人找你了，他有病。怎么了？这打一进门就开始拍呀。我拍什么？拍马屁呗。嗨，我知道我知道，还忙你的吧大姐啊。哎呀杨总。哎呦钱总。哎呀杨总 啊， 啊，你看你到我们家来啊，我一回家我们家有一股怪味儿。什么味儿？马屁味儿。没有闻到。哎呀这杨总啊，我不希望看到你这样，咱俩是朋友，你跟我来这套干什么呀？我希望看到你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你从大门口走到大厅，从大厅走到电梯，你不要坐电梯，你走楼梯，你从一楼走向二楼，从二楼走向三楼，从三楼走到四楼，你走到我的办公室，你坐到我的办公桌前，咱俩实实在在面对面的谈谈这桩生意，你看看我能不能把生意让给你。我钱顺风是不怎么样，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拍马屁。没谁了。